实话，我的爱实话，我们就实话，爱情就实话。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今天声病声对了。为什么？整个声音变得很性感。哇！你生什么病？就是感冒啊，所以声音会很。是感冒吗？哇！是啦。听说送到林口长庚才知道是得了相思病呢。怎么样？他唱的？我觉得。因为我自己也唱很多就是动感，然后边跳边唱的演出，我觉得边跳边唱非常的不容易，难嘞。对，而且他一开始就是很有大将之风，很稳。哇，对对对。哎，那椅子的这个运用，对。其实我一直很担心有椅子有没有，他刚撑的时候万一没有弄好，坐一半那样。很稳。所以应该练很久哈。应该还练蛮久吧。我就是有小瑞一下，就是想一下那个桥段。有做功课，有，很棒很棒。第一个就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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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位表演，到底给我们三、二、仙女仙女。打头阵获得好评不断的力度，能够获得几分呢？到底给我们三、二、仙女仙女。哇！八分。不错，很嗨吧？很开心，超开心。第一个就那么高，不错，第一个就这么高，那后面就麻烦。下一位糖果，请出列。第一代甜心美眉糖果要带来什么样动感演出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糖果，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 Super Number One。Super Number One 呢？就因为今天来的来宾都是 Super Number One。哇！很会讲话耶，在家有练习哈。嗯。好，他唱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声音很甜，很甜，对的，有点嗲嗲的。嗲嗲。对对对对对。他嗲点。15岁。啊，真的，真的蛮可爱的，而且就蛮符合他的形象。对，选的歌，对对对对对。定位。哇。我是觉得就是整个就是很可爱。那我觉得他可能选这首歌表演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。嗯。所以我觉得，不晓得他之前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风格。哇，那你就错了。哦，不是吗？他之前变成花车的。好啦，今天糖果可以获得几分呢？三、二、一、八分。跟你觉得跟玉兔同分好还是不好？好啊，不爽。玉兔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有不公平吗？评审？没有，我火了，火了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哇，他们大家都好客套。啊，这样吗？我觉得正好大家选的那个表演的东西都很符合自己，所以就是很好掌握。对，玉兔这方面你觉得他刚不算动感，对不对？
你知道吗？我想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他蛮可爱的啊。说出来，说出来。当姐姐的你怕什么？说出来。对。我觉得就是糖果跳舞很厉害，我觉得他可以更运用他的那个肢体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客套。我觉得跳舞真的很好。好客套。谢谢糖果，谢谢。接下来换拼拼，请出列。动感天使之争，无厘头的马丹拼会出什么招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拼拼，我今天要带的是爱是怀疑。好，你跟他。好 ，cover 你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能表白，我心中的依赖，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。我能敞开，把真相说出来，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。对，因为这个很难评啊，加分的原因绝对都是因为你，对不对？谢谢老师，果然是师兄。怎么样？刚刚师兄表现的你觉得如何？很帅哎，而且即兴的，最关键是即兴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一般歌手他对 key 啊，然后弄个扭捏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不唱啊，哇，配合度真高，对不对？啊，厉害。嗯，那今天这个怎么评呢？不能评分，评评 OK 吗 ？OK， 你也自愿不受评分吗？嗯嗯嗯，再加油，再加油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拼拼。L B 再度坠入爱河，这次对象竟然是。我就是花。